我是吴丽莹，我很喜欢大自然，所以我画自然。这次主题不经意的相遇，最主要是自己想要把自然中最美的相遇的画面，在刹那间一瞬间，用自己看到的印象把它表现出来。在这一次创作展出的作品，我希望每一幅作品都有我想要表达的故事以及内心思索的意境。除了大自然的体悟之外，我内心一直想要追求的是如何把西画透视空间与东方绘画的墨韵精神融合，创造属于自己的作品，甚至用抽象的方式来表达大自然之中有光与声音的画面。我每一幅作品都在想如何突破自己，创作每一幅故事，所以我这次展出有很丰富性的画法，但是每一张画又不会脱离大自然的变化。比如作品《寒山转苍翠》，看似版画又像西画，但是宗旨还是在大自然的节气中体会山水的气势。还有此次展览最新的作品《烛光致远》，就是把光当作主题来创作。作品表面看起来像抽象，但是有光的倒影与空间，也有光的泉源来处。光有日夜轮回，有湿与受的息息相关。我希望好的艺术能够带领民众更加喜欢接触大自然的生活。美好的大自然其实都在等待我们去发现。比如说我的作品《咸丰朝的记事》，是在铜锣乡下田埂旁边，庞大的芒草掩盖下，但是有一棵咸丰草在阴暗中迎着一点点的阳光灿烂的开花，让我静静地看着小花，体会到小小的生命的存在隐藏了许多生机与内涵。饮歇归集，韬光养晦，这也是我想要表达的意境与心境。疫情期间这些日子以来，外界的人心较为混乱，正好可以让自己生活简单，静下心来，单纯的做自己想要创作的作品。真的要感谢葫芦墩文化中心所举办的美术家接力展，从个人画册拟定、专辑录制，到最后作品运送布展、展出及卸展，都给予最大的协助以及安排运作，真正的给予艺术创作者一个最完整的展览空间，真的很感谢台中市对艺术家的肯定。我一直努力追求画作创作的空间，希望我的作品有故事性，有追求内心表达的思维，希望观赏者欣赏我的作品有一点点的疗愈，有一些小确幸以及正能量，更希望观众能给予我更多的意见，作为我在创作的能量。感谢大家。